我再想一下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已经要了。我们这个单元叫做起差无悔大丈夫。不是起手，他是说这个差。对，起差无悔大丈夫。起台，该你啊。没了吧，死了吧。十七、十八、十九。然后我回转，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不能回转，他叫二十。如果是二一、二二的话，其实可以不用一直这样教哎，大哥。我是告诉他，对对对，好不好？会不会就是二十呢？还是其实还差得远，还差一点点好像。不能讲，不能用讲的啦，要这样的。他多一点，你们这样哪有没那么多？你们六个人这样弄一个，我们很明显啊，还差一点点。我跟你讲，是我这样子过去，他像十九对不对？对，你叫二十，二十对，他叫二一，二一，那你这样你回转啊，二二，不能，哇塞，还有这样，那你一开始直接打我就好了，没有没有没有，还有这样讲的，算给他听，对对，有可能发生，对不对？那你二十嘛，他一定要二十一嘛，然后呢，他再回转，他是二十二嘛，那你二十三嘛，我要二十四嘛，他再回转，我二五、二六、二七嘛，那如果我叫。对，你要不要干脆把这个告诉他们好了？也可以，这种玩法也不错。好的，对，来哥，你现在讲悄悄话讲好了，快去讲啊！来哥，这个玩法也不错。来，我要回转。哦啊，十九该你。二十二一二二，你叫二三嘛？二三对，我不要啊！你不要叫，那你叫什么？关你什么事？啊！你叫啊！我不要。不是，现在该你叫啊！不要叫啦，没有赖皮的啦，怎么那么任性啊？二三，蹭蹭蹭，回转。好，二四嘛，你打开来啊，二四就打开啊。二四，好，来出来。哪有二二五吧？哪个二五？真实。都当十了，十没有玩过啊。真是的，哎，说实在，你是一开始就可以直接打我，没有，我不能做这种事情，不能做这种事情，我们一定要。那你刚刚这样子的行为，我是算节目是有一个长度的，对，我们节目都这样子，屁股脚啊，好来，我想看脚哦，对啊，我想看脚，哎，椅子，椅子那么巨大的脚，哇哇哇，哇哇哇，真的吗？这样子，男人。我们打脚就好了，我们看脚。哇塞，对啊，各位观众看十四号的脚，对，没有看过。哎，你把它当大陆巡旗在看。好大！这是来你们是有两下，你们在看团团圆圆的。要比这样，哪个你应该找一个女孩子的脚放在旁边，就知道了。燕子的脚长啊，我脚还蛮大的，真的吗？不，你因为你应该要做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单元其实这一题应该是你要陪他的。对啊，我就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没有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没有，没有，他说不好意思，他想陪。哎，你是点评组哎。陪一下，他说你可不可以让一点点位置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要过去一点点？哎，你要为什么他要陪我？一起看脚啊！你们有看过一部电影吗？叫《一起看脚的日子》。好像有。哪一国的吗？哇，他还拿量尺来。比对，有需要那么专业吗？以后啊，我们以后的事情我们现在先做，不要那么麻烦，请白鱼哥就可以了。啊，他就个性急啊，他急着现在要做啊，你不知道他个性吗？要再低几公分啊？好大哦！哇塞，十一半。十一半，哇，快三十公分，三十公分，哇，很大。你看现在时间真的有这么不够吗？三十公分，你是每次都赶的，快录，快录。三十公分，量一下，这样子，这哦，到这里，到这边对，哦，差不多。你好，这拖鞋笑什么？为什么他真的要不用打？对，怎么那么好？因为他在你隔壁，我们这有连坐法。对，力气的问题。连坐他为什么不用被打？因为他庄家，他离你比较近。因为他庄家，你坐后一点。你要干嘛？你要牵脚。牵脚会的。好忙。来，先打你，放好放。等等，你先打他，就真的先打他。我怎么可能会打歪？我没有那么不准啊。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动得更痛。哇！真的，我有点。
对啊，他变啦，只是打不准而已啊。你还说你不会打歪，我还讲哦。没骗了。还有这样的哦。干嘛啦？刚刚二十五是你。没有。等一下。二十五对不对？没有啦，我以为那个是十一。那个是十一对不对？我都没有资格生气，你更不可以生气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就真性情了。刚刚有那个，我真跟你说对不起。没有，只是就是为做节目而已。你不要，你干脆说对不起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